你看这里面的风景好漂亮哦。泡泡舞，天竺鼠姐姐。哦，你们在看什么啊？是什么这么好笑？而且是哪里的风景很美吗？哦，浣熊哥哥，我们是在看埃及金字塔的旅游影片啦。而且浣熊哥哥，我跟你说，里面的主持人超有趣的，重点是夕阳下面的三角金字塔好漂亮哦。哇，听你们这么说，好想出国去旅行哦。我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我们现在就出发，走。天竺鼠姐姐，出国前是不是要准备什么东西呢？没错，想要出国是需要准备一些东西的哦。啊，出国前还要准备东西哦？怎么办？我不知道准备什么哎。不用担心，我可以找泡泡湖旅游团的小朋友一起来帮忙。好哎，那现在就跟着泡泡湖一起去旅行吧 ，Go！看小朋友哦，请问有出过国、搭过飞机的，请举手。哦，有两个小朋友，好手请放下。嘿，那不知道小朋友去过哪些国家？有人去过日本吗？请举手。有吗？有吗？哇，手请放下。那有去过韩国吗？有有有。泡泡虎也有去过韩国。小朋友也有。好，那接下来问你们哦，出国啊，有要注意哪些事情呢？请抢答。不能随意乱跑。戴口罩，不能随意乱跑。戴口罩。爸爸妈妈的话，听爸爸妈妈。洗手，要洗手。出国玩也要记得好好排队，对不对？对。而且要远离不安全的地方，对不对？对。好棒哦，还要记得遵守交通规则哦。哇，那你们感觉都很厉害。那接下来我们要接受挑战喽，你们准备好了吗？接下来就来到我们的套圈圈去旅行游戏时间。套圈圈去旅行，出国前应该要准备哪些东西呢？请小朋友根据出国提示卡中的影子，用套圈圈的方式找到正确答案。想要顺利搭飞机去旅行，就全靠大家的努力了，加油加油！好的，出国要准备哪些东西呢？等一下大家会轮流一个一个来套圈圈哦。请选择你想要哪一个颜色的三角锥。太阳。哇！选一个你喜欢的书包。可以装很多东西哦。有了。黄色的。好，那你要保管好哦，好吗？请来领取你的钞票，恭喜恭喜！好，准备好就要开始喽！哇！机票吗？没问题，要保管好哦。好，小朋友帮我拍拍手。开始。好厉害哦！真的好棒哦，太可爱了。哇！小朋友都已经准备好了很多的物品，但是还差了护照跟手册还没有拿到哎，请问还有谁想要继续挑战呢？泡泡虎，泡泡虎吗？好，小朋友我们一起拍拍手，欢迎泡泡虎！耶，谢谢泡泡虎，加油！
集中我们的精神。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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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紧张。哇！那波波虎你要哪一个呢？想要先选择护照，还是想要先选择手册呢？护照，护照吗？没有问题，交给你，要保管好哦。现在剩下手册。我们再一起帮胖胖虎加油，好不好？好吗？我们可不可以出国就交给你了？我们一起说，胖胖虎加油！胖胖虎加油！交给我，太棒了，我们就交给胖胖虎吧。胖胖虎，你一定要得到全部的奖。没问题，胖胖虎一定会帮大家得到全部的物品的，加油加油！耶！哇！我们就要清点有套到哪些东西咯。嗯，好，首先有拿到了书包的小朋友请举手。哇，好，手柄放下。有拿到了衣服的小朋友请举手。好诶，那有拿到钞票的小朋友请举手。有拿到机票的小朋友。还有我们厉害的胖胖虎拿到了手册跟我们的 passport 护照。小朋友也帮自己掌声鼓励。我们所有的物品通通都收集齐全啦，现在我们可以顺利的出国了，出发！Oh, my God.
进入盖比的娃娃屋吧。盖比的娃娃屋充满着惊喜，这一次又会是什么游戏？总是笑得甜蜜，可爱的盖比，猫熊喵，淘气喵都在这里。来到盖比的娃娃屋，彼此分享我们最有趣的小创意。小创意，耶耶！来到盖比的娃娃屋，朋友互相帮助需要发挥想象力。想象力，快卷起袖子，一起解决问题。小宝贝，你们喜欢跳舞吗？今天宝贝大明星要带你认识几种跳起来漂亮优美的舞蹈哦。大家好，我是谢明慧。大家好，我是姚佑成。明慧和佑成是一对爱跳舞的好朋友，他们今天要带来的表演是街舞。街舞是一种跳起来节奏很快的舞蹈，有很多转圈圈的动作，我们现在就来看看明慧跟佑成的表演吧。Bill Haley and his Comets. One, two, three o'clock, four o'clock, rock. Five, six, seven o'clock, eight o'clock, rock. Nine, ten, 11 o'clock, 12 o'clock, rock. We're gonna rock around the clock tonight. Put the flat rags on. Join me, hop. We'll have some fun when the first night. We're gonna rock around the clock tonight. We're gonna rock.带来的街舞是不是让人有很快乐的感觉呢？而接下来他们还要带来更厉害的西班牙斗牛舞。双胞胎姐弟，问他们为什么喜欢跳舞，他们说兴趣。果然是双胞胎，连回答问题都很有默契呢。那么我们就来看看他们跳舞的默契吧。呼啦呼啦呼啦，
双胞胎的默契果然不是盖的，嘉瑜跟陈伟的表演是不是很好看呢？而接下来我们要从动感的舞蹈转到文静的芭蕾舞咯。陈、于彤、姿宇、婕妤四位热爱芭蕾的小女孩组成一支芭蕾女孩团体 Ballerina。 平常辛苦的练习芭蕾，到了放松的时候，她们最喜欢的活动竟然是我们常常会玩躲避球，她最会躲。真是一群能静又能动的小小芭蕾舞家，她们今天要带来的表演是葡萄前团体的芭蕾，我们再来看看单人的表演哦。可爱的罗唐从一出生就接触芭蕾，所以小小年纪的他舞姿可是特别优美哦。不但舞姿优美，表情也是特别的丰富呢。今天我们看到许多宝贝大明星们认真努力，享受着跳舞的乐趣。所以，亲爱的小朋友们，只要对喜欢的事物充满热情，你就是最棒的宝贝大明星哦。今天的画画魔法又要画什么有趣的主题呢？赶快跟着我们一起来画画吧。画完线条后，接下来我们要准备一起来上颜色咯。红、橙、黄、绿、蓝、靛、紫，好多颜色哦！小朋友，一起想想，你要选哪一种颜色呢？Thank you.
加油，加油！我们已经快要完成喽。哇，爸爸的车子完成了，一起出去玩吧。